我想不管形势怎么样的一个变化，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恶劣的动作，那无端的把其他人引射进来，其实都是一种伤害。我觉得在选举在选也应该要有人性，大家还是秉持着政见跟台湾未来台北未来的发展，大家尽量提出相关的意见，不要再做这种伤害人的事情。